啊，我应该先去偷看一下影片了。这影片看一看，没有事也不知道有什么招啊。我太快闪了，忘记他被缓住。哎，等等，我是说打水晶啊。发现水晶了，我看能不能把水晶清掉再收财啊？那个水晶应该不会复活吧？先给他一个缓速，然后跑去打水晶。OK 的，哎，太慢太慢，我明明在闪的，还是被他戳死。啊啊啊！哈哈哈！哎，还有一个在上面。好，我先把水晶 A 掉。为了 A 个水晶，不知道花了几条命。堆尸。可是我没有觉得它变弱哎，怎么办？不是水晶 A 掉，它应该会变弱之类的，好像并没有，它也是一样强。这只应该是先跑到它前面，然后闪到它背后。OK 的，我会的，先防一下，拜拜。哦，石头，怎么会有石头？然后水晶打掉，有发生什么事吗？我再去看一下。好，我把那个水晶 A 掉了。它会变弱之类的吗？那还遇到丢石头，太恶心了吧！哦，场地里面非常干净，没有水晶。哎，还要死啊？什么鬼？不用打，傻眼嘞！